各位教授、王主任，作为贵宾，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参加语坛，那语坛呢，理论上要 echo 这个前面周教授的演讲的题目，然后做一些回应。所以我同事帮我准备的题目叫做《台湾人民转型面临挑战就是他的》，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应该是可以针对的。是项目做一些回应，可是刚刚听到这个周教授的报告以后，我觉得这个中间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化学工程系，1979年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可是那时候我一个同学跟我讲，一个高中同学，他念普通的赛，那时候我们大一的时候在新生训练的时候碰到他，我好想念化工，可是很不幸我念了普通的赛。只是不到十年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我很羡慕去念普通的赛，不要去羡慕念化工的。这可以从刚刚周教授比较一些低低跟一些或者一些排放，可以看出来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是我医生到现在为止受到训练都是一个心理的东西。刚刚我在公立，可是我跟各位报告，我从来没有带化验。所以我们通常思维的一个方式，不见得说跟各位同事应该是讲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他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都要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确的。我们用一个最低的方式来考虑，而且应该是从一个大概在日常对话切果菜，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可能可以解决这个方案。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态度。糟糕，这个不行。我想大家等一下，我想切果菜，好想。可是我觉得必须要提到交通的安全，大家讲多少公里？大概在十几年普通医院，我一起考虑。可是这是我们的经验，其实这些大公司在看，因为前面还是要再加一个补充点。他不会因为是因为是找一个，这个是所有公司都必须要面对的。可是并不是说我们都不看接近不管我们的等等。好，我想刚刚周教授有讲过一些国际的一个趋势，我就不要详细的讲述里面的部分。那么点煤可以由灯系灯率可能大概是同样的指引，这大概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案例。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刚刚来就是说，刚我们英国的朋友提到说，有一个燃煤电厂，他就停止烧煤，然后用生产煤当做他的燃料。我不晓得在座的人有多少位了解生产煤能够替代煤炭的一些先决条件，就是它的逻辑性。就是很确定大家都知道，可以稍微大概描述一下。生殖能源可能就是我们的负面啊，或者是我们的农业废气不到，或者是火炭的废气，那也可能是特别为了能源要控制一些快速生产的一些能力，比较说你们做他们的出来。可是，非原料到电厂里面是要燃烧，
很美看的，它还是一样会排放很多。啊，并不是说高分子就不会排放，可是分子我们考虑是一个减碳的技术，因为这是因为植物在成长过程当中，它需要阳光很多，它会把大气的东西发出来，自然碳排出去，碳就在吸收来。它不像煤炭从地底下挖下来，我到晚就是这样，越吸越吸收。可是这逻辑基本上不会。可是，在谈真实能源的时候，我们又考到很多问题，因为我刚刚讲的只是理论上的问题。可是实物上，我们需要一些潜力，我们需要收集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负责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运输这些东西。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还是会想。那另外一个就是谈到政府，大家都会谈到就是，是不是会破坏热带雨，会破坏一些植物，然后会破坏一些资源，这是逻辑是负面的，它就是这个。那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看一个方向，就是没有看到那些，就一定，一定，就是把这个例子跟大家。对，这边麻烦你自己。像巴西，那这个是从发电结构来看，我想这个东西比较多。那以台湾来讲的话，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政府其实应该是相当努力的，当然我们都觉得永远都觉得不够，我是希望就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上辈子就是希望我小孩子能够做得更好，我是不做得更好，所以我回家了我小孩子要更好。那其实呢，现在政府在按全面的在看这些问题，那节约能源通常大家不会有意见，说地球如何更新的 IEA 的报告就是把节约能源当作说，那把车子变成第一种材料，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可是节约能源就像通常来讲，是节约最多的，因为就像你没有毛病一样，越你越干净。那提到最后几句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刚刚那个我的老师是王茂龙老师的朋友，他不进来，你有问题，他今天下午在这边讲，也有点急，大家务必要留下来看看。那第二个就是讲说洁净能源的供应啊，我们通常大家都知道干涸，50%的天然气，大概是从30%的干涸。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电网，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欧陆一些国家，我们对其他的国家，这些电网的公路公司的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那台湾是一个地下人口的地方，这边很有幸，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不想参加那个，在汉城举办，不是首尔，首尔举办的这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这是一个蛮正大的一个活动，那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几个所谓的单方面的交换的工作，他在交换很多单子的推动资金。事实上，其实大家都面临困难，面临困难，那就是那很多困难又无法习诸于这个文字或者是因为接收的太多，它必须有不同面向的。
这个讨论不光是地方，也不光是中央，也就是各种都要讨论。那刚刚说到这个讲到韩国的外交问题，你比我高，我的解读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变得没有。我刚在他一边在报告，一边在查火星上面 Google 一下，可是我还没有查到。可是大家知道韩国飞弹这个原则方式跟台湾是不一样。他早期跟台湾一样，一开始推的时候是所谓的土豆新闻，好一个影响力，他就用比较高的定价去。后来他把一个所谓的Portfolio 的搭配，他就尝试这个电力公司，他们也不一样，就有分工。电力公司说你主要提高它的能力，电力公司自己去决定他买什么样的，或自己新建什么样的价钱。其实，在韩国这一次，我们问他，当初为什么不看？为什么它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做这个反馈，我觉得这是官方的说辞，因为它官方的说辞是说，它一开始推的时候，它觉得需要用新型核电，是因为但是能源技术还不够成熟，成本比较高，在初期的时候应该用所谓的核电技术。那等这个成本够低的时候，它认为应该用所谓的RDL，这是他们官方的。可是其实中间的差别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因为大家必须要想到，在推不同不只是再生能源，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产业结构这些变化的时候，其实我虽然不是念社会科学，可是我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要去探讨最后的利益或者是损害是怎么样公平的分配。例如说，我们现在用 CDS 的率。谁是最多的获利？他为什么可以获利？他能够获利是谁去负担的东西？我是觉得这个很多面向大家要去考虑的，而不是我一直在提醒这一件事，而不是单一的从一个角度去看什么事情是对的。其实所谓的 cost effectiveness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一个 leading 的一个 word 啊 cost effectiveness 那 depend on取决于你是怎么样去定义你的话，所以这个大家定义都不一样，定义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判断这个定义是有效还是不有效？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还是要再说一下。那在这边我们提出了一些，或许不能叫做发展策略，可是我们看到一些挑战。像太阳光电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土地、生态，这最近大家在网上去看。越来越容易看到这些新闻。过去为什么推？因为过去推的很快，现在推的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讲，去年一整年啊，去年一年是台湾第一次突破一年之内安装太阳光电一个吉瓦瓦以上，第一次，啊，从来没有过。那今年的目标是1.5吉瓦瓦，明年是2.2吉瓦瓦。可是因为推的速度这么快，我们毕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因为大家又看到一些新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报道，那当然我们都有一些需要一些科学证据去说那些报道是或者那些分析是对的还是有讨论的空间，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列了一些。那离岸风电的话，其实是这边讲说我们推动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基础措施这是够不够，我们的本土产业链是怎么样来能够赶上这一波商机。我跟各位报告的是说，这次在韩国在最后闭幕的那一个开会上面，坐在我旁边的是欧洲很大厂商的Vestas工艺的一个应该算是亚洲区的一个代表，职位应该蛮高的。他们现在已经很努力在韩国跟在日本建立各种不同的发生的序幕，然后开始在那些地方开始推理的。所以其实在台湾推离岸风电，其实坦白来讲，我觉得这个过去在国外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些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是对的，我们能够抢先开始进入这个市场，而且把设施的规模够大，可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个时机，好好的把我们的产业链建立起来，别的国家赶得非常快，
只要看到韩国进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日本它本来的供应基础是都非常的强，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那所以从需求面来讲的话，节约能源也是有一些问题啊。政府宣导必须啊，我想这些东西我就跳过去。那电力系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国家就算是电子业，它的排碳量低，可是电子业对于供电稳定性的要求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在再生能源服务起来以后，那整个电力系统我们来搭配，那电力市场的一个自由化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手段。事实上，那个其实我会建议我们在这个方面可以多一些讨论，除了最上阶的中央的一些法律，如果没有后面的配套，我们真的要推下去也是速度是应该困难。那我想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公园在过去一方面做这方面一些努力啊。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洁净能源啊，所谓的创能、节能、好系统等，到正式推广跟永续环境，我们公园绿能所大概都有在这个方面，协助政府跟协助产业界一起往前。那这边是讲就是参与式的能源治理，这个跟技术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让这些基础的教育能够在民间生根，他才了解真正是我们的能源的状况是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能够改变。那刚刚做教授的手报里面，其实超过一半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能源，他们都以为能源是我们主要的发电。可是我知道另外一个报道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甚至好像八成还是七成，不知道98%台湾用的都不进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的话，我想后面要推都是很困难。看到你的信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除了中央政府以外，地方政府的搭配也非常重要。那我想地方政府的搭配不是一直说地方政府一味去配合政府，中央政府做所有的事情，而是说互相的沟通，因为他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部分。所以公园在这个部分也有跟很多县市政府合作，去做所谓的地方能源策略规划的一个，那也建构这个地方能源治理的一些分享的一些平台，然后也提供一些他最基本需要的一些数据，让他能够带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努力的一些结果。另外一个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应该是12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人智慧运动这个新加坡的就开始可以做第一期的进步。那这个位置是在那个台南高铁站旁边，那整个规划部分有好多区，那我们多医院运人所这边负责的，这帮经济部负责的是所谓的第一区哈，我们叫运人科技自在场地这个部分。那主要在这里面发展的技术都是比较成熟快要量产的一些技术。那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7.44公顷里面呢，我们大概会装设1个MW的一个太阳光电，然后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能源管理的一个系统，然后也有一些储能的技术，然后包括一些节能的技术跟数量的一个部分，那未来都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实现。那这边看到，除了这个研究大楼之外，所有的其他的建筑物都会在今年10月底，所以我们在12月。11月底12月初可以进驻大概200多个MW，那这一栋比较高的这个研究大楼会在明年收起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开始链接更多的一些产业在这边做一些示范。另外一个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在公务院里面，我们现在刘文雄刘院长他提升到这个电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公园里面成立一个电网管理跟现代化的策略办公室，希望能够提供政府的产业界一些建议，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例如说我们有 offer 一个职堂的一个课程搞懂电力系统，因为刚刚跟各位报告过我是念化工的，
所以我也去上过这十堂课，其实建议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这是一个 open source， 大家可以去了解什么是电力。那我想后面的东西我就跳过去吧，最后大概说一些简单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节约能源、洁净能源哈，洁净环境跟循环经济，刚刚都没有讲到循环经济这一点。其实循环经济其实应该是可以做到刚刚说到的一些影响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必要的，可是我们需要的策略。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郭教授提到说，他讲说 AIoT 或者是减碳，好像后来我听懂，你好像是要两个选择。事实上，我们是希望把它 integrate 在一起，对，因为事实上把这两个 integrate 在一起，会发掘更多的减碳的机会，更好运用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绝对必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啊，其实在讲到这些空气污染排放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在台湾就是要，坦白讲就是核能跟煤炭的之间的一个角力。他担心核能，担心他的核废料处理，他担心他核能运转的安全。可是你没有核能，有部分用煤炭的时候，大家讨厌煤炭的就是因为容易碰到空气污染，尤其是这样的。那中间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一个需要，所以我说还是再跟大家建议一下，我们考虑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一个需要，那不同的一个需要不要单一的一个环境看好，就是先前。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你，谢谢。